了？我这个。你干啥去了？我吃，跟朋友吃饭去了。啊。嗯。我让你骗我有一，还给我发信息，发了消消停。我赶上姐姐了，还是报案十六一小时，说了消消停。我。你觉得你骗我有意思不？这犯人骗我了。坐坐坐，洗脚水安排好了。早餐还没吃啊，朋友们，煮个手工面吧。九点半回去吧，我一看家没人，我这回接电话，老老实去干事姐去了。哎呀，好汉不提当年有水温，正好吧。那不下了班连个点热口水都喝不住，你那比较好。不是水温正好不还加点水吧？你吃点吧，这烩面。啊？不吃。咋了？这来的都不给好脸，多香。咋吃啊？酒好喝。不喝了，戒酒了，这不。你俩嘴都跟那放屁一样。再喝，再喝酒，搁脸上打。打都是轻的。洗脚水，叫我伙计都弄了。别动了，别动了，叫我伙计吧。被挨训了啊，朋友们！昨天让去干日结没去，我不喜欢干日结，嗯，就喜欢干长期工。今天这个烩面煮的不错，特别香。有，你干过几天日结？今天整整都有俩仨月了不？有俩月吧。啊，有俩月。嗯。每个礼拜都双休，你干了几个日结？干过一个吧。哦，还干过一个吧？还好意思说，有脸说我干过一个吧？你那空填完了，你多挣100多块钱，你不够几天的生活费啊？是。说你，我都懒得管管用，我都懒得说你，我现在我说你，我都累了哈。今年你都别说了。等下年再找吧，下年换个货。你是小孩了，30多人了，俩孩子死了。嗯。天天抬头看天看墙，能给你掉进去吗？你这个面膜不孬啊，贴的也好看了，水冷了。那腰胀没啥，连个那抽子那都买不起，还在这个吃喝的。今天洗了洗头，显得年轻了，真的，还是要干净一点。